这一颗哦。对。就是这个，他们吃的就是它的叶子的地方，就是给它打碎了没有？他们会炒蛋，可是我们几乎都是用泡那个泡茶，然后放冰了没有？那它可以消暑解渴。哦。对。我不泡茶，直接就泡茶水啊。叶子采下来，不用晒干，就直接泡茶水。对对对。叶子直接搬那个，直接搬几颗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你用水煮开，就直接这样泡下去。然后再加冰块。你可以给它，等它放凉也可以啊，可以也可以热热喝也可以。然后它另外一个学名叫做鸟不踏。鸟不踏，鸟不踏，鸟不会去踏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对对对。因为味道。因为不是，你没有看到它的树干。是刺的。都是刺。啊。因为所以鸟不会栖息在上面。嗯、如果栖息在上面，它的脚一定会被扎到啊。所以它就是鸟不踏是外面的，外面的学名呐、啊。对对对。它通常都长这么高吗？就是长大了，通常从最小的话就是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对啊，那你们怎么去吃它的树叶？你们怎么去摘它的树叶来煎蛋？那么高，我们当然不会去采啊，我们去找小的、啊，找小的，对吧 ？OK， 哎呀。